我们今天来吃那个炸的全餐哈、哦，啊那个这个三角骨哈、哦，三角骨，哎，我买了一些哈、哦，那个炸的哈、哦，啊那个啊，他就送我一个三角骨哈、哦，三角骨其实也蛮贵的哈、哦，然后这个是那个甜不辣哈、哦，啊这个是米肠哈、哦，各位看得到哈、哦，鸡腿啊、哦、鸡腿，我几乎把它的那个品项哈、哦，能抓的就抓了啦哈、哦，这个叫做花枝丸哈、哦，花枝丸。哦，有一阵子没吃啊，所以我们就稍微把它，买多一点哈、哦。然后它的品相了哈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叫鸡排，好、哦，然后这地瓜，哦，地瓜，其实地瓜很营养了哈。然后这个都是鸡排，哈、哦，哦，所以我们今天点了蛮多，哦，这三角骨是送的啦，送的，哦，甜不辣的哈、哦，米肠。然后鸡腿，哦，还有那个花枝丸，哦，还有这个鸡排，还有这个地瓜，哦，然后鸡排是点了3块，哈、哦，我们就慢慢吃，明天五一休假，然后可以吃久一点，哈、哦。好，节目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好，拜拜，我们下回见，拜拜。